快躺好，讲故事的时间到喽。我肯定是第一名。比赛才刚开始，先别那么快下定论啊。你们还在争什么呢？你看，我都抓到第二只了。这么多萤火虫我都抓住了，肯定是第一。刚刚是胖熊的声音吗？好像是的。难道出了什么事吗？胖熊，胖熊，豆豆弟弟在这儿呢，我没事。我的萤火虫呢？在这儿。这是什么？It's a stone. A stone, 石头。A monster, 怪兽，石头变成了怪兽。豆豆弟弟，救命啊！胖熊，那是什么？Monster 怪兽，石头变成了怪兽。石头变成了 monster， stone 石头，坚硬的 monster， 石头怪兽，有强壮的身体。stone， 它丢石头攻击，它是一头。巨大的 monster， 它一生气就会吓到你，但是它却害怕萤火虫的光明，它又跑回洞里。石头变成了 monster， stone 石头，坚硬的 monster， 石头怪兽，有强壮的身体。 stone， 它丢石头攻击，它是一头巨大的 monster， 它一生气就会吓到你，但是它却害怕萤火虫的光明，它又跑回洞里。你们看，石头怪兽跑过去了。是萤火虫帮了我们。原来石头怪兽害怕萤火虫啊。我们打败石头怪兽了。太棒了，我们打败石头怪兽了。小朋友们，这真是个有趣的故事。没错，让我们再听一遍吧。石头变成了 monster， stone 石头，坚硬的 monster， 石头怪兽，有强壮的身体。 stone， 它丢石头攻击，它是一头巨大的 monster， 它一生气就会吓到你，但是它却害怕萤火虫的光明，它又跑回洞里。
头变成了 monster， 酸石头坚硬的 monster， 石头怪兽有强壮的身体 stone， 它丢石头攻击，它是一头巨大的 monster， 它一生气就会吓到你，但是它却害怕萤火虫的光明，它又跑回洞里。巴拉贝巴拉甘巴拉贝拉巴拉甘巴拉贝巴拉甘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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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贝巴拉甘巴拉贝拉巴拉甘巴拉贝巴拉甘巴拉巴拉巴拉，跟我来，小宝贝，你是我的小宝贝。宝贝宝贝小宝贝宝贝，巴拉巴拉，亲爱的小宝贝，最甜蜜的小宝贝，宝贝宝贝小宝贝宝贝，巴拉巴拉。泡泡魔法，泡泡魔法，我爱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泡泡魔法，泡泡魔法，喜欢喜欢喜欢你。泡泡魔法，泡泡魔法，不能没有你，没有你。